那就直接来吧，差不多了。先买100个。哇哇，欸，已经有人中了耶，太狠了吧！这么快的吗？那我也要来抽啦，文字枪，好不好？枪，希望我们可以中这个枪啊。OK， 走起。枪应该是金紫色的吧？第一把是战炉跟 AUG， 继续。哇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在外面抽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去里面抽的。带着这个圣界使者，一定可以中的。来吧，找猥琐男抽，走起。金框，我们就直接抽啊，不用管那么多，就抽就对了。他这次好像会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武器哦。哎，真的是他妈的啊！直接在外面抽吧，里面太吵了。没中。来吧来吧，金框，年枪来啊，加倍啦！哇，凤凰天破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来个紫框吧，你是紫框吗？左轮完了，60抽没了，金框。目前还是有点惨啊，目前每抽下去就是500块啊，基本上以10个来算就是500块，以100个来算就是多少？ 400 哦，夺魂锯跟左轮。哇， 100 个要进水沟了，我的天，不是吧，我应该可以直接中吧，我那么非洲吗？完了，最后10抽，各位最后10抽了，走起！啊！操！100个下去，哇，没了，4000块，干！这告诉我们什么？继续抽下去就对了。再来4000，效率出货，全金框，极道灭杀永久，白虎永久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又是金框，赤血，欸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重点啊，我们重点是纸框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值钱，啊，都不值钱，拜托啊，纸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感觉不太对了，纸框，纸框。紫框，哇，160个了，完蛋，单抽是不是？我们最后10个来单抽一下。紫框，哦，我的天，紫，幽冥雷神。哦，我要吐了，我真的要吐血了。紫框，不要这样搞我啊！这根本就是专门在出白虎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妈一堆白虎，一堆虎纹轰雷。好，最后10个我们单抽吧，刚好像也没有抽中什么圣才之类的，我们200个只出了幽冥跟白虎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么可悲。单抽出几击？单抽我们就数点了。紫框没紫，一个金，看来要悲剧了。各位观众，见证奇迹的一刻，最后4抽，好不好？
无限激光炮 EX 这把我没有，还不错了啦。来吧，单抽出奇迹，准备最后一抽，希望就停在最后一个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让我中吧。Oh my god！ What？ 现在1600了，1600个碎片，再去除，除值这种小意思。你抽一次就4000块，虽然我早就已经料到我会保底了，我们就除到中为止，好不好？就除到中为止。OK， 再战100抽，目前我们已经累积200抽了，好不好？目前已经累积200抽了。这是第300个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吧，自己的频率自己创造。我们在分解这个地方抽，先单抽10个试水温。没事没事，前面10个没中没关系，前面10个没中没关系，我们后面一定会中。会不会出就看这100个了。这个 0.35% 的几率还是 45%。没关系，砸下去就对了。我们用钱砸出几率。来吧来吧，哦，金框，来个圣财，来个圣财。我没圣财啊，顺便来把圣财也好。他怎么都给这种加五然后装部件的天数敲啊？哎呦，接下来重头戏了，各位，十连抽，走起！金框没中，什么都没有，纸。是不是要念一下咒语了？我觉得该念一下咒语了，是不是？50个再来念咒语，凤凰天魄，金柱黑龙，凤凰天魄，极道灭杀，哇，是怎样？啊，剩50个了，来吧，各位，帮我们集气一下，米斯卡，穆斯卡。米老鼠，我不相信咒语了，走吧，直接抽了，又是一把幽冥，什么都没有，不会保底吧？这是保底的节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保底的节奏，哎，完蛋，真的完蛋，哦。来个纸吧，他这个几率到底是什么啊？哎，我今年真的是最非洲的哎，纸，再一单，谢谢，再一单，我的心都开始痛了。我们距离保底还有1400，这条路相当的漫长。我的钱拢无去啊！可以的话，麻烦大家。帮我多看一下影片，多看个广告，有广告就给他看完，这样主播才能多少回本一点。哦，什么时候要中？我已经买了300个雷，12000，来吧，16000，第400抽，走起，直接抽我不管了，我们没有在管频率那种东西啊。抽下去就对了，没中。顺便来把圣财，我会很开心的。不要再给我虎纹轰雷了，拜托，拜托，真的拜托。我真的不缺红利啊。禁卫军，拜托啊，不要搞我啊！工程师可不可以调一下几率啊？我已经，啊，我快吃保底啦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没有要抽了，我跟你讲。嘿、欸，哦，
纸框，我的纸框呢？我的纸框呢？给我文字枪，给我枪，拜托给我枪，拜托，真的拜托，拜托啦！哦，谢谢大家。哦，终于出货。370抽出货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终于哦，快哭了啊！那剩下的解码器怎么办呢？我看一下它会不会消失。哇，文字枪啊，枪，终于抽到了啊，感动！3月24号会删除，那我们要把它抽掉了。剩下就可以随便抽了啦，不管他了，反正中了。好，剩下都没东西了，他知道我中了，不给我东西了。好，那这次总共花了几抽？干，我快保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再100抽我就保底了。欸，没有，我600我可以等嘛？我是不是之后可以等？对不对？我等之后嘛，他存一存之后，光之碎片就会达到这3600，至少会有600个。我等时间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等时间就好啦，这些东西之后再换。先来看一下370抽，哎，400抽，我拿到什么东西？幽冥雷神吗？然后禁卫军、普通雷、激光炮，唯一一把我没有的就是这个 EX。然后在这之中，完全没有出任何一把的圣彩。火莲雾都没用，哦，都没用，很扯。他这几率我不知道是怎样，一把都没用，一把都没用。